护国会保台湾。今天是最特殊的普选的行程，虽然轻松，但是我们内心都责任感都很重。来家看美景、美食，还有名场。你今天吃一半？你看啊，感情敢袂衰啊？刚学会怎么拍戏，没来泡过茶。有人算计的，三百。那自拍一下，后面猫懒站。2020台湾要赢。